大帅，哎哎，李宝，你怎么跟菊宝似的那么不讲理？大帅，大帅，你大帅在玩呢？你为什么突然就打大帅？给，大帅继续玩，我哄你玩，我逗你玩，不带那些小孩啊。我就带你这个中年大叔玩啊，来，什么玩意儿呢？还能不能让宠物猫们有安身之地了？嗯，大帅。咱继续，大帅，我大帅嘛，给大帅，哎呦，你瞅大帅，在那气得练蛤蟆功呢，不过那个蛤蟆功有一条腿偏瘫了。啊！当然，这个玩具谁玩都行，但是。不能太独霸了，对不？对，咋了，灿灿？嗯，灿灿，灿灿上去玩吗？菊宝应该不能打你。菊宝一般他打那些中老年猫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，跑了吧？你去抓那玩具去，你跑我这干啥来了？你看，有结伴的了吧？你看小狸花抓着了。哦呦，差点掉那个水盆里头，到水盆里你就当杨贵妃洗个澡了。咦？咋的呢？你俩在够啥？好像就是一个洞杆儿吧？你给你们几个忙活的，你还不如这么忙活，有意思，锻炼身体是不？一个人。你就一下就抓死了，就没有悬念了啊！哎呀，抓这么死，拽都拽不动。来，给胖虎大爷玩一会儿啊，玩这玩意儿，小狸花和小菊宝比较有持久性。我去，胖虎先出手了，先下手为强哈。当初是大帅胖虎，哎呦呦！大帅以为李宝要偷袭他呢，下意识的反应。嗯，胖虎要干啥？我 哎，胖虎，太掉价了，出拳还没打着人家，你说，完了，小莲花还没把你当回事儿，没去。这怎么就挑战到胖虎的淫威了呢？为什么呢？哟，在想啥呢？顶顶这是谁也不怕，连菊宝都敢打。你们在抢啥？胖虎，我给你往下捶点儿。你去，哎，倔的跑了。嗯，菊宝。你什么玩意儿？你刚才吭叽一下就跑过去了，英俊，接拐，哎我去，你这是大嘴张的，啊，开始注意了，注意你的行为和举止，
也就是说，我注意你的行为及举止才对吧？